收出来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由金星啤酒冠名的武林风，这里是 WLM 和真武在北京工体为您呈现的 MMA 综合格斗之夜。下面您看到这是一场菲律宾对韩国男子57公斤级的比赛。我们首先有请的是蓝方运动员，来自韩国金秀才。안녕하세요저는한국팀포마에서온김우재입니다어릴때유도를했고요3년전에처음으로 MMA를 시작했습니다그 MMA를 할때이렇게그냥기분이좋아서 MMA를 하게됐습니다지금컨디션은진짜좋고요많이좋고요시합준비는레슬링위주로많이훈련을했습니다그리고타격전도많이준비를많이해왔고요그냥이것저것준비다했습니다别的不在有请来自韩国金秀才 from Korea Kim Woo Jae D is for韩国选手金秀才22岁1米70身高，职业赛战绩是2战全胜，两次都是 TKO 结束，业余赛战绩4战全胜，他就是金秀才。接下来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菲律宾的资深的老将塔塔。I am Tata Galindis from Philippines. I did see her in China at Bokorino Fight Club. I trained 8 years of MMA because I choose this sport because the MMA now is very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The boxing now is very famous in the Philippines because Manny Pacquiao from Philippines is the number one around the world. I was fight at 2007 at Asian Kickboxing. I was a gold medalist.Then I fight MMA 10 times, I won 5, then I lost 5. I train hard, I fight hard. I'm Tata. 有请来自菲律宾Tata。Red corner from the Philippines. Tata! 塔塔今年30岁1米65的身高，拳击战绩是30战15负，职业拳击战绩是7胜3负 ，MMA 是6胜4负，他就来自菲律宾塔塔。比赛现在开始。Round one。观众朋友。现在大家看，这是我们在北京国人体育馆为您转播的武林风真武综合格斗之夜的一场男子57公斤的比赛。那么我是宋永杰，今天的晚上是我和王彦博一起来为大家评这场比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菲律宾的那个塔塔迎战韩国的金秀才。两位区别通过什么区别？一个戴的拳套颜色都是蓝色，但是我们通过他手腕的那个颜色，红方是塔塔，来自菲律宾，而这个蓝方是韩国的金秀才。对，然后双方作为技术背景，塔塔是一个纯粹的打击系选手，而金秀才是一个缠斗系的选手。现在双方进入了内围缠斗，而塔塔却出乎意料的用了一个泰拳的内围技术，箍住对方的颈，给了对方一个膝。我们通过这个运动短片，观众朋友们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菲律宾选手呢，塔塔是以前练拳击的，而且有8年的拳击的这个经历，并且获得过亚洲的拳击锦标赛的冠军。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拳击选手，而刚才的两下摆动更证明了他作为泰拳选手的一个出色的内围技术。而他的对手呢，那个金代佑呢，金秀才呢，他以前是练柔道。啊，而是全韩国柔道锦标赛的第三名。对，啊，话音刚落，练柔道的金秀才就把练拳击的塔塔按在了地下。这就看谁的制服技术好了。现在作为地面两人来说，塔塔其实练了不长时间的地面技术。啊，他来到布库银行以后，他的柔术教练是中国著名运动员姚洪刚。
而现在双方进入了内围以后，韩国选手已经进入了榻榻的半防守防御，而两只手有一只手在对方的腋下。金佑仔在赛前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缠斗选手，你觉得你的降服技术怎么样？他说我降服技术非常好，但是我不愿意，我喜欢拿拳打对方，让对方失去信心。他这样说也确实这样做的，他在那么好的汽车上升位的基础上，却没有施展出来一种制服的技术。是的，刚才那个位置如果作为出色的地面选手应该是不会放弃的。他为了打击对方，让塔塔找到了空隙，背对着笼子慢慢的站了起来。现在双方又进入了一个对持，又进入一个五比五平的阶段。这时候应该我觉得菲律宾的这个后手迎击，塔塔就会有他的这个把他的拳法应更好的施展出来。你看，你从步伐上来看，塔塔的步伐其实更灵动一些。我觉得他现在有点陷入一什么怪圈，他也说我经常练这个 MMA， 我更多要使用地面技，而他把自己真正很有特长的拳击的技术在这场比赛里头就几乎给他失去了。漂亮漂亮，摆拳上钩。哎，刚才塔塔用了两个非常出色的泰拳 clinch 技术，然后把对方摔倒以后，双方又进入了地面，又进入了站立。这样才是你塔塔的有技术特点，就因为以前有非常好的拳击的基础，要把你的特长施展出来。啊，现在作为拳击选手出身的塔塔，把作为柔道选手韩国全国锦标赛柔道第三名的金佑仔按在了地面上，然后进入了一个侧向压制位置，而且这个侧向压制位置做的真是很标准啊。现在进入了一个加沙固的位置，想利用对方没有给，现在又回到了侧向压制。侧向压制大家应该知道有另一个名字叫100公斤，这个位置是非常稳定的。韩国选手现在把塔塔放入了自己的半防守位置，想示意逃脱，其实他这个动作是没有错误的，一手在对方腋下，另一手抵住对方胯部，现在进入了半防守位置。但是作为 MMA 来说，面对一个职业拳击手，拿过亚洲冠军的拳击冠军的选手来说，对方的任何一次打击对他都是致命的。不过我感觉啊，就双方可以说在地面的技术上都一般，如果好一点的话，他完全是有机会制服对手的。其实作为双方来说，好像塔塔的头摔技术反而更灵动一些。对，现在金佑仔想试图进入对方的后背，但是被对方翻过来做了一个 sweep 以后压在身上。就是技术回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金佑仔控制塔塔的时候，让塔塔利用绳圈，然后慢慢的站了起来，利用自己的铁丝网的支撑。刚才这是一个塔塔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国式的帅。Second out。塔塔的拳法还是比较出色的。现在进入了一个金佑仔想抱单腿摔倒塔塔。好，我们现在要进入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是来自菲律宾的塔塔，而他对手来自韩国的金佑仔。现在这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了，那么作为金佑仔来说，应该出色利用自己的头摔技术，然后把塔塔放在地面上，然后进行地面砸击。其实作为柔道选手来说，地面的压制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塔塔似乎不只是他资料上所说的一个出色的拳击手，头摔、膝法、内围都非常不错。他现在也是一个全面来发展自己啊。金佑仔把对方放到了地面上，但是塔塔非常有经验，就靠在笼子边，一手直地，并且不时的用拳击干扰对方。现在塔塔做的非常对，他就摁住对方的颈部，让对方无法抬头，这样对方是无法摔倒他的。看似好像那个金佑仔是主动把对方抱摔之后呢，反而他现在处于一种下风，非常被动，非常被动。你如果松手就摆放这个位置，如果不松手就会被塔塔一打。现在塔塔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防抱摔，大家看他的腿
对，这就是一个防抱摔的动作。塔塔刚才想进入后背，然后金佑宰转了起来，抱住了塔塔的一条腿。塔塔做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稳定的防抱摔。我觉得从 MMA 经验上来说，应该塔塔更有经验。这个让这个西藏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哦，金佑宰表示似乎还可以再打。哦。看怎么办，怎么办？刚才就是塔塔一个膝上头，啊，这是允许的，这允许的，这是允许的。嗯，现在双方进行了拳法的对攻，现在作为金佑宰来说，他应该冷静，他不能跟对方对攻拳。现在进入了底面，然后金佑宰又放倒对方一次，在分数上会追回一点，但是他一直这样被塔塔控制着，实际上不是很有力，塔塔把他踢开。金佑宰现在需要尽快进入地面，好吧？裁判认为双方都没有建树，所以暂停了比赛。你看金佑宰就是一个站立打不过，对啊，地面锁不住，锁不住，压不住的一个态势，所以塔塔想怎么打怎么打。嗯，但是作为塔塔，哎，我刚要说不要大意啊，就被金佑宰一个接腿摔倒了。现在双方进入塔塔的半防守位置。对，你即使现在塔塔给你这种机会，你看现在这个金佑宰也很难制服的。塔塔刚才一个漂亮的 switch 把金佑宰放在地面上。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0-18，二号裁判员20-18，三号裁判员20-18，比赛结果 Ladies and gentlemen, by a unanimous judgment call, the winner